老爷，夫人生了，是男是女？不知是个什么。怀胎3年6个月，生下这么个东西，恐怕不是个好兆头。 Thank you.
李总兵，金光洞太乙真人向您贺喜了。添了一个不成形的小人儿。不成形也好，请让我看看。谁知道这小东西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你看，来呀，来呀。他不是在这儿吗？嗯，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哪吒。谢师傅，师傅是神仙，定和小儿有缘，就请仙师收为徒弟吧。俗话说，神仙也是凡人做，只是凡人心不坚，哪有什么神仙呢？我只是爱打抱不平、好开玩笑的老头罢了。你父亲既然有意，那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了。什么难处，到金光洞。谢谢师父。来，后会有期。喂，别跑远了。甘霖，求四海龙王开恩降雨。开恩降雨。快！嗯，
拜借朝嚷什么？这是因为天干地旱，他们求大王星云不雨。这就是他们送来的贡礼。去去，谁稀罕这些猪羊果品，要他们送童男童女来，否则滴雨不下，巡海夜叉。在，快去催讨。是。洗个澡啊！咦咦，哪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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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妹，哪吒哪吒，给我骑一会儿，我也要骑。好，你们都骑。哎嘿，哎，好，走吧。陈塘关的老百姓真不开窍，大王要童男童女，他们偏偏送那些东西来，害得老子还要跑一趟。哈哈，瞧，送上门的买卖来了。呆，你们胆子不小啊，敢在龙王眼皮底下洗澡，犯了天条。哼，跑不了了。哎呀，哪吒哪吒，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要杀人了，要杀人了，啊，救命啊。哈哈哈哈哈哈，抓住一个。哪吒哪吒，小妹被妖怪抓去了，小妹被妖怪抓去了，哪吒哪吒，小妹被妖怪抓去了，哪吒哪吒。啊，你看他来了。你是什么东西，干嘛抓小孩？俺是龙宫的巡海夜叉，奉龙王之命办事，关你屁事。哎，快把小妹还回来，还回来，还回来。哼，还回来还不回来了，龙宫的规矩只进不出。那不行，要还要还。不行，龙王想吃童子肉越多越好，还要抓你呢。好小子，你等着。这么不经打，原来是个癞蛤蟆，金车都弄脏了，我还得洗。
什么东西？报！怎么回事？报告大王，九曲湾边有一小孩胆大包天，把我打伤。哎呦！啊！这准是他干的！哎呦！谁去把他抓来？启禀父王，孩儿我去。呸！父王，这小子大概吃了豹子胆，竟敢在太爷头上拉屎。俺去把他抓来，剁成肉酱。给他点厉害看看，遵命。伤了巡海夜叉，是我，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是谁？啊！你这光腚小子有眼不识泰山，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慢着，你们把小妹还回来，咱们没事儿。哼，已经在肚子里了，哈哈！啊，你，哼哼，上啊，抓住他，剔骨扒皮，吃虫子肉。我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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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抽你的筋，看你还害人不？哎，这玩意倒挺结实，给爹爹系盔甲。臭皮我不要，去。李靖啊，李靖，我要把你全家杀光才能解恨。老爷，龙王敖光有急事来访。啊，不知大王驾到，失迎失迎。你纵此行凶，搅闹龙宫，打伤夜叉，打死安太子，你还在装模作样。龙筋错怪了。他才七岁，还小呢，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不会，哼，再大恐怕连俺都熬汤了。啊！别发火，请坐，请坐。别来这一套。叫哪吒进来。叫你呢！哎，就来！爹爹，嘿嘿，拿的什么？来的，你听我说嘛，今天孩儿到海边洗澡，忽然出现一个夜叉，撞成小孩。好啊。啊！不打自招，还有什么可说的？啊！哎，这不能怪我，不怪你。啊！糟了，糟了！你怎么敢伤害天神龙种呢？是他们先动手。啊！你诬赖别人，俺今天要你的命。哎，慢动手，慢动手，慢慢慢动手，往哪儿跑？哎，孽障，还不快向龙王赔罪？不讲理，成天祸害人。
哎，小无赖，俺不杀你还了得？你再打，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好啊，俺到玉帝那儿去告你们父子。完了完了，告到天庭，这可怎么得了啊？对，我找师父去。师父，你这回可闯了祸了。这祸嘛，闯得不错，有点道理。可是龙王凶狠狡诈，不会饶你，还会连累你的父亲。我干的事不连累爹爹。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这孩子倒也懂事明理。好，你过来，你赶快到你的。去吧。行凶，伤害夜叉，打死俺家太子。你撒谎！夜叉抓走小孩，敖丙先动手打人。禀告天神，这可真是冤枉啊，冤枉啊！你戏弄龙王，还蔑视天庭，罪上加罪。不闹了，你还要不要童男童女？不要了。
再要天诛地灭。你不要骗人。不敢。你要下雨。不许你祸害人。不是弄死你祸害人。你再撒谎我可不饶你。不敢撒谎，不敢撒谎。你怎么知道的？我把他制服了，他认输了。啊，你可真是胆大包天，敢打龙王。啊，爹爹，爹爹你。哼，来人呐，在。把他绑起来。是。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请三位兄弟来商量报仇大事，愿令大哥调遣。在此有话好说，看在百姓面上，请四位尊神不必大动干戈。叫哪吒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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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事情闹大了，你快走吧。还不赶快跪下！爹爹，你把乾坤圈、混天绫还给我，我去收拾那帮妖怪。该死的畜生，还敢犟嘴！哪吒，还我太子！你等着，我还给你。请龙君息怒，有话好说。没什么好说的，把哪吒抓来。嘿，人在他跑不了，把他就地正法，不然灭你全家，毁你全城。这哼，逆子，父母骨肉养了你，你反而连累父母，留你何用？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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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哎，老爷，使不得！老爷，使不得，使不得呀！老爷，天命难违呀！李靖，事情还没有完，年节要祭祀太子，按时送童男童女来。
位弟兄帮忙，为小儿报了仇，今天为诸位庆功。请请。Thank you.
吒，你长大了。师父，我这就去找龙王算账。等一会儿，你看。去吧。惊慌！报告大王，哪吒闯进龙宫，只见一道白光砸下宫匾，杀进来了。哎呦！来喽！别慌，别慌，你们见鬼了！你们给我挡住！是。
我们每个人孩提时代喜爱的动画片，很可能就成为一辈子心中的珍藏。像《哪吒闹海》《天书奇谭》这样的动画片，就被许多人称为心中永远藏着的挚爱。是谁为我们打造了心中的挚爱？让我们一起来怀念一下已故的著名动画导演王树臣先生。王树臣1931年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回族，曾就读于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美术系。1949年10月进入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任动画，由此开始了美术电影创作的生涯。艺术学院毕业的，那个时候毕业以后呢，分配到这儿来。那时候我们在长春，刚好美术片呢是从新山搬到长春不久。他来了三个人，一共他刘凤展还有个温雅奎三个人一起来的，就是来了生力军了。因为我们这些人呢都没有经过专业美术学校的这个训练，那么他们呢就等于是在新中国的美术学校里面出来的这个大学生，所以呢一来了嘛，也就那个组里面也很重视的。他一来呢，他就搞那个动画了，
因为我们那来的时候搞描线啊，上颜色、绘制什么都做的是吧？他一来呢，主要就是从事那个就搞绘画，因为他们有美术基础嘛。到是1949年，不久呢，后来我们就全部美术片都搬到上海来嘛。他就到上海以后呢，就主要当时也可以说是业务骨干嘛。他好多东北人进来一起学习。但是他呢，就晚上整天泡在那个，在上海这个画画世界里面，他晚上都不太出去，就是整天就是画画、看书，不是画画就是看书。以后我们成家了以后也是这样，我觉得他这个人，手上不是一本书就是一支笔在画。到了美影厂以后呢，这个他。那个学习精神也很好，所以方明跟特伟两个老师呢，对他很器重，就是从小就让他搞了好多设计稿。1950年到1952年，王树臣参与了《谢谢小花猫》《小铁柱》《小猫钓鱼》等片的创作，担任了动画工作。1953、1954年，在《采蘑菇》和《好朋友》创作中担任了美术设计。也是在1954年开始，他和其他同志合作，尝试做导演的工作，如《夸口的青蛙》《野外的遭遇》等。1958年的《过猴山》是王树臣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动画片。勤奋好学的他，把导演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不断创新，又拍摄了《黄金梦》《路边心事》《小号手》《哪吒闹海》《天书奇谭》《选美记》《山水情》等许多非常有影响的作品，编剧、导演、造型设计各种工作都十分在行。他呢，就是喜欢那个学习呀、啊。他不单的就是喜欢画画，还喜欢看书。那个尤其是那个什么古书啊，什么四大名著啊，还有什么唐诗三百首啊，他就好多本啊，家里好多本拿着就看，读万卷书嘛，他学了不少以后呢，他脑子里面就是能发挥出很多，在艺术上面有了很多成就，包括天书奇谭啊，还有山水情啊，什么都是他这个看了很多书以后从脑子里面就想起来，就是应该怎么想入非非的。有一些东西是想入非非，里面武打什么都加进去，都是有这个，他这个学了这些东西以后才有这个成果的。问他的手脑是不停的，过去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吧，那个画画啊也是不离手，他手是很勤快，可能以前在开会的时候他都要画的，后来可能受过批评了，说开会怎么思想不集中，所以不画了，但是在工作室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手是不停的，不管谁来聊天也好，干什么也好，有时候有人来到我们工作室来串门说什么也好，他尽管听着或者聊着，他手上不停的总会不是写就在画。旁边一个白的大搪瓷盆里面放一个砚台，旁边放一个那个水盆，那么旁边一支破毛笔，那真正可以说是破毛笔，极破的毛笔，也没什么好墨。不知道哪儿找来那种便宜的那种很刺的墨，有时候研墨，有时候墨也不研的，就把那个沉墨了。那讲究的画画人用沉墨一般不大用，他都是那个砚台里面剩下点沉墨，倒点水在里面，他发的，在纸上又搞起来，也不选纸的，有时候就是废台本吧，废纸反面一本一本的，就这样不停的在这，有时候画的东西吧。有些像漫画一样的，有的有时候想到一点什么东西，勾出一个形象来，有时候勾一个小构图，有时候画个小动物，有时候写几行字，这样的东西。
在动画方面十分成功的王树臣非常喜欢画漫画，而且也颇有建树。王臣他出来搞美术片呢，因为他原来的绘画基础，他漫画方面他也比较，就是说比较专业的，比较擅长的，而且呢就是这个画了很多漫画，因为特伟也是搞漫画的嘛，所以他这方面呢，那时候他跟阿达詹同一起，他们都是在漫画方面，在美术片厂来讲，在漫画方面都是比较有一定的成就的。他平时呢，画是不多，也并不是很多的，但他呢那些要说的话呢，都反映在他那个工作中，他的片子中和他的漫画之中，他很多的话都是用漫画的形式来说出来的，所以这个漫画和动画这两个是他一生中的所有，他的一生就是除了动画就是漫画。他说动画和漫画是姐妹俩，兄弟两姐妹都有血脉相同的，所以在动画中有他的漫画，在漫画中也有他的动画，能看得出来这些。他送给我一张画，下面画一个人扶在桌子上喝酒喝醉了，后面酒坛子垒着，写了几个篆字，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这写得很有意思。这边一个有字就写得像个酒坛子一样的，不字他写篆体的像一个过去的酒爵，装酒的酒爵一样的，那个醉字写得特绝，醉字一边不是个有旁吗，那就画成个酒坛子，这边一个翠字呢就把它变成像个人一样的扶着这个酒坛子。往往其实他，我觉得他属于比较内秀，他话不是特别多，不是不熟的人他也不大喜欢多讲。王树臣出于对漫画的偏爱，在他的动画创作中有意将漫画风格融入进去，创作了以漫画为风格样式的动画电影，比如《原形毕露》和《黄金梦》。影片赋予辛辣夸张的艺术特点，既有漫画的味道又有动画的特性。哪吒闹海是王树臣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王树臣编剧并和阎定宪、徐锦达联合导演。此片1979年完成，在建国30周年上映后获得很大的反响，十分成功。像那个哪吒闹海呢，他是导演是吧，另外还有两位导演，就是阎定宪跟徐锦达。那么我这个戏呢，因为是搞摄影嘛，所以接触也业务上接触也蛮多的。他在创作上还是很民主的，就是听取别人的意见，他自己有想法，同时呢跟两个导演合作的都很好，而且分工，比如说徐锦达他负责这个背景特技这方面的，而阎定宪呢他负责在人物在动作这方面，他们就是总的那个负责，就在创作上，一般的和那个创作人员跟他合作呢，都是挺好的，都是就是说比较爽，就是心情比较舒畅。这个不是说导演独断独行的，好像我说了什么都一定要听我的，他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就是大家呢可以你发挥你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在《哪吒闹海》里面，就是说每个导演都发挥了他自己的这个力量，就是说阎定宪他擅长的在动作方面的人。徐锦达的那个《哪吒闹海》里面，在特技啊、背景的处理上面啊，整个这个什么这方面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以这部戏呢是很成功的。王树臣呢，除了在这个创作上，就是说在这个影片创作上，同时呢，他在那个社会活动方面，也是外面那个社会活动也不少，
而且呢，在我们美术片就是打到国外去以后呢，他比较早的就是到参加一些国际电影节，比如说到那个捷克啊，到什么参加国际电影节。那么在还有那个厂里面，那个时候准备在搞第一次在准备搞哪吒闹海之前呢，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的哪吒闹海准备跟苏联合作的，就苏联那个一个导演叫什么阿托马诺夫，准备跟他合作搞的。我们派了三个人嘛到苏联去，就是一个他何玉门还有胡金庆。后来回来因为没搞成，没搞成以后哪吒后来放下来，一直到我们到建国四周年以前呢，我们自己搞了。就是他每次出去呢都是那都能够很就带回来很多这种国外的信息啊什么回来跟大家讲啊，比较他比较善于跟那同志那打成跟群众打成一片吧。王汝辰导演的动画片至今在小朋友们看来也是很好看的动画片，只是有哪吒闹海、黄金梦、小号手、选美记，还有其他的，小蝌蚪找妈妈，有个哪吒闹海十分喜欢。正好是中午的时候在放这个片子，然后就十分高兴，就是十分自豪的一种感觉。王汝辰的勤奋在同事们中间是出了名的，对于如何抓住创作中突如其来的灵感，他很有一套办法。他这个特点呢，就是手里经常放个小的簿子。这后来我也学他这个办法，他有什么灵感的话，马上把他就记下来。所以他一个特点就是敏捷，就是思维啊非常敏捷，是吧？构思呢又非常严谨。我呢在他那呢这个得到非常多的好处，就是其实他讲的就是经常要拍戏的话，就是要经常把这个人物处理，就是绝处经常要把它处理，置以死地而后生，让他绝处逢生。他这个两句话经常他反复讲的，从这个过河山开始，我是跟他就最早就合作的，他那是已经在强调了，就是要幽默有趣，这个跌宕不断，就是经常的使他就是处于绝处，让他绝处逢生，这个戏他就有了。那么他搞哪吒闹海了这个大戏呢，他充分掌握了这样一个就特点，整个的戏的一气呵成，是。这是他的特点，而且画就漫画也是一样的。他平时那个小点子，因为我们经常在家里，他就住在我的楼下，那么去看他，他总会一个喜欢讲笑话，一个喜欢又拿那个本子小本子这么勾一勾画画，那个灵感呢，马上就把他抓住了，他把他画，把他就几笔就勾出来了，过两天他就变成一张漫画了，再过两天在报纸上发表了，这是他的特点。所以我后来我要学他，也是晚上爬起来，就是发现有一个点子，有个灵感，马上爬起来把它写几个字或者画几个图，好了，这个一段戏就有了。所以我好多小的戏、短的片子，都是晚上，有做梦想起来了，马上把它写的几行字，好，这变成一个就本子了。1983年完成的动画片《天书奇谭》是根据《平妖传》的部分章节改编的。剧中可爱的诞生、可敬的员工、善良的老奶奶、阴险狡诈的老狐狸、妖艳的红狐狸、贪嘴的瘸狐狸、昏庸无能的小皇帝、贪婪的县令，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个个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妙趣横生。生活中的王汝辰其实也是一个十分幽默、大大咧咧的人。他这个人呢，就是有点大大咧咧，对一些事情呢、小事情呢无所谓，对业务上的事情呢，他精益求精的，很刻苦的。比如说在那个，他有时候空下来的时候，比如说
导演做导演的时候空下来的时候，他会给你去加一点动画，拿几个镜头加加动画。但是因为我是检查动画的，我就看他是很仔细的，很严格的，不是说这些动画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好马马虎虎做，他都很细致，线条了什么很好的，很滑稽的。我们以前穿的假领头是吧，他就那个穿了个棉毛衫，一个假领头会跑出去卖东西的。我说你怎么搞的，怎么这样的，跑出去难为情吧。我说有时候两个鞋子是吧，两样的，两只鞋是两样的，他穿了会去上班的。有个同志画个漫画，就是两个脚两样的鞋子，这些小事情上他是无所谓的。有时候女儿子吧，衣服摆在后面，那个背心他套了一个袖子，一个就去上班去了，回来哎，怎么一个女儿的背心在里边突出来，这个都是小事情，他是大大咧咧。他做副厂长的期间里面，他这个厂长也是很管他，管事情就是对人对什么管的都很具体，有些人不大愿意讲的，不大愿意去管的，怕得罪人的事情他不管的。他比如说那时候上班迟到，很小的一个事情，上班迟到的事儿。那美术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坐班制的，不是像现在你在家里去搞好了是吧，坐班制就早晨有一些画画的人他就是比较懒了，早晨起不来，晚上可能画什么的，早晨总是迟到。那么这个因为我们美术片呢，它这个特点还是它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东西，就是说大家都一起，你如果不来了，你会影响下一部分的工作的。所以那时候他当厂长的时候，他就管得很严格。他就是在传达室，那个什么，他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坐在传达室，就是说直接就是跟大家讲，就什么。所以后来大家都不迟到了上班，就是说他不是说好像那种管的你好像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他就是很善于就是这样做这个工作，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就是说这样人家心服口服了。我父亲呢是一个非常随和。慈祥的一个人，在工作上呢是精益求精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在他的一生中呢，他把他的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中国的动画事业上。弥留之际他说出这样一句话，如果再给我十年，我还有很多事要干。他也是属于英年这个早逝啊，非常的可惜。他只有60岁，我到现在还是怀念他。1991年，王树臣因病逝世，永远离开了他钟爱的动画事业，但是他创作的动画作品却永远留给了后人。在我们的记忆中，影片《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人参果》《鹿女》以及电视系列片《舒克与贝塔》等都是非常棒的片子。这些精彩的动画片都和一位著名的动画导演严定宪有关。严定宪193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是喜欢画那些，小时候喜欢画那些戏文了，就是古代的一些人物，就古人，画古人。那个我记得当时啊，那个画好古人以后，就是还给他画那个衣服了。那个衣服呢，把它剪下来，可以套在那一个人的身上，就两个这个脚啊，可以套上，就可以换衣服的。里面是一个，我只是穿个短打的衣服，外面可以穿一件长袍给他画。画了一个，后面还做一个撑脚，把它一个人物排起来，像一台戏文一样。特别喜欢画古人的东西。小时候，母亲经常给严定宪讲故事，因为他喜欢讲故事。他过去看的一些小说，看的一些故事啊，他给我讲的比较多。那么，他古代的小说他也看，
包括以前看过《红楼梦》啊，这些这是中国古典的小说，这个给我讲很多故事，所以我有些小时候他给我讲的故事，我印象都还是比较深的，啊，那么看见我喜欢画画呢，反正他也是鼓励我画，他鼓励我画，后来嘛又受到美国卡通动画片的影响，看那些米老鼠、唐老鸭，但是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是画出来，还不太清楚，只是觉得很有趣，是吧？就是这些动物怎么样，还小学生呢，还不可能认识到那么透了。那后来想不到自己就是搞了一辈子动画片。我记得我在中学里的时候，就是在墙上画那个大佛的漫画，抗美援朝啊什么那些，那志愿军啊，就画那个漫画。所以学校的老师，美术老师，中学的美术老师就鼓励我去学美术去。那么当时呢，就是苏州美专，所以我还是应该说是开始还不是在电影的专业学校了，是苏州美专。苏州美专中间，它有一个科系，它有绘画专业，有师范专业，另外还有一个动画专业。当时因为联系起以前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动画片嘛，四十年代在上海看的动画片，哎，搞动画。正好是很对我的兴趣，所以我就考入了苏州美术专科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严定县成为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动画班的学生。18个学生有7个老师，那个时候是确实是非常重视的。你像学就是教动画专业的有钱家俊老师跟范景祥老师，他们一个是教授级的，一个是副教授级的。那么还有另外有助教，有专门教图案的，有7个老师教我们18个学生，真是不好比。现在说听说是招了多少几百个学生，只有几个专业的老师在管。哎呦，真是那个时候条件确实是好。我们那个时候学校还是共济制，所谓共济制呢，它就是春天。每人发一套灰色的衣服，解放帽，灰的中山装，一套。冬天呢发一套蓝的棉制服。所以不管你是学导演的、学演员的，还是学绘画的、学摄影的，出去就是就像干部一样的，全其实他都是一个颜色，蓝颜色就是蓝颜色，蓝帽子、蓝衣服、蓝裤子，灰颜色的春秋天就是灰颜色。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去欢迎那个苏联的就是乌兰诺瓦芭蕾舞团到北京演出，那么文艺院校我们都去了吧，电影学校的一大批人站在前面，全部是像那个像当兵的一样的，全部是蓝颜色的棉制服，在飞机场欢迎，很有意思。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时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我们一个很好的条件呢，就是到了美影厂以后啊，还是继续在学习，是吧？那么第一部片子就是特伟导演的好朋友，因为也学这个动画专业呢，就是不是很陌生。工作中的严定宪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有心人。在参加一部影片的过程中间，自己哪些镜头看了那个动作现拍以后，就当时叫铅笔稿了，看了有感觉都比较好的，我就会把它在那个镜头叫上去以前呢，我就把这套动作的原话，包括它的摄影表的张数，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作为一种积累经验了。那么有些比如说有些原话画的比较好的，我也会让他把他的镜头拿来看一看，他好在什么地方，我做一点记录，甚至画点小的草图，这样呢就是便于就是在今后也是去创作这类镜头的时候呢可以借鉴，就不要再去摸索了。所以这个一个方法呢是恐怕就是留下了一些比较多的资料的一个原因。工作中记下的笔记成为一种财富，日后他写成了美术电影动画技法等教材。在影片《大闹天宫》中，严定宪担任的是动画设计，他不仅参与了孙悟空形象的再创作，
并出色完成了《美猴王出世》《智斗四大天王》等几场难度较大的戏的设计。1964年《大闹天宫》全部结束以后，当时厂里就安排我说，现在需要一些年纪轻的来担任导演。那我当时还跟特委厂长说了，我说我《大闹天宫》画完以后，原画刚刚画出一点味道来，是吧？就一些领会到一些原画需要掌握的一些要领。那他说你将来做导演，你可以要求别人在画原画的时候达到你的想法，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就答应了。答应了。《哪吒闹海》是中国第一部宽银幕的动画片，严定宪和其他两位导演合作默契，通过和摄制组同志的共同努力，《哪吒闹海》上映后受到广泛的好评。当时呢，大家创作人员啊，就是想搞大片，搞一部好片，这种积极性非常高涨的时候，厂里是真是动员了很多主要的骨干力量，导演就三个，王寿臣是老大哥，是比我们早踏入到动画这个行列中间的，是吧？那我跟徐静他们是同学，是吧？而且呢，个人有个人所长，发挥个人所长。王寿臣他编的剧本，他是掌握总的一个整体。那我呢，就是从表演，从原动画这个角度来全面掌握动作的设计。徐景达他因为从美术设计，过来的，他从掌握背景跟摄影跟特技，所以这样实际上是两个很有力的背包来帮助那个。王寿臣来总体来掌握是五位原画，中间就是很多也是参加过大闹天宫的，啊，林文娇、古嘉祥、陆青都是大闹天宫的几个主要原画，另外一些年纪轻的导演，年纪轻的原画，常光熙、马克轩、张景元，这些都是当时的就精英了，可以说是原画中间的精英。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啊，就是以前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就感觉到大家，主创人员活得了好像是第二次解放一样，一面在工作，一面休息了以后，大家把桌子拉开啊，就跳舞跳交谊舞，哦，这个整个场地热闹得不得了。所以那个时候不是要说你规定你一定要加班怎么样，晚上大家很自觉的画，那画得累了，大家说休息了，大家跳一会舞，就然后就回家去了。当时哪吒闹海定下了奇绝壮美的艺术特色，当时我们经过三个导演大家商量讨论的，就是提出了这个四个字嘛，就是奇绝壮美，就是总体的要求这神话故事要求奇，立奇对吧？绝呢就是要有绝招，就是你要表现出一些与过去大闹天宫中所反映的一些情节跟处理方法不一样的地方。壮它是一个这个故事是很悲壮的，美就是整个那个海底啊，龙宫、沙滩、那个陈塘关的自然风光要表现出美术片的特点，要美。当时我们讨论要抓住五段戏，一个就是出生，第二个闹海，第三个就是刺纹，另外一个就是复活，就再生了，就莲花化身，最后一个复仇。它跟大闹天宫有不一样，同样是个神话故事，哪吒这个形象跟孙悟空也不一样，他是实际上带点悲剧性的人物，他可以有以情感人来感动观众，所以这个应该说是比大闹天宫这个树立这样一个人物啊，哪吒的人物更有表现它的深度的地方。1979年，严定宪被授予文化部颁发的青年优秀创作奖。他有一个生活上、工作上的好伴侣林文娇女士，夫妻二人合作导演了许多优秀的动画片。夫妻两人配合和默契，像林文娇那个导演呢，他很擅长于构思，很擅长于有很好的 idea、新的那种想法。而严定宪的这个动画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那么对完成
他们两夫妻两个人的导演构思和什么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该说这两个人对我们动画片80年代90年代起到了很大的很大的作用。严定宪执导的《人参果》以及和夫人林文潇合作导演的《鹿女》《鹤的传说》等影片，还有很多电视系列片《自古英雄出少年》《舒克与贝塔》等等，都是观众们十分喜爱的作品。不管是带孩子啊，或者买菜啊，或者什么，基本上还是分工的。我有我的专长的方面，他有他的专长，但我只能讲一点。我呢最怕管经济，我不喜欢数钱管经济，所以这个账呢就一般的家庭都是女的来管账啊，男的不管。我呢就我说我跟他好了就这样，我说我的工资部分除了我家里要用的，我往家里寄去以后，剩下的我说我多交给你，你去管。所以他一直管到现在，这个经济账。我觉得我不管我很开心，我因为感觉到太烦了，这个买多少用多少，还有多少还能买多少东西。有时候我要买东西，他说要算算，那时候我们工资还很低了，我说差不多了，哦，差不多了，我就不想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我很幸运，工作中间大家说他是一个赚钱的导演，很有计划性，考虑问题比较周到，非常严密，因此就是他很少就是要大家加班什么的，总要按期完成，可以保证计划。如果任务交给他，可以领导上可以放心，用不着担心，有他不会拖拖拉拉，把计划拖延的，就是。这个一拖延，大家知道就成本就要提上去了，因此所以，财会组的一些同志说，严导演是一个赚钱的导演。严定宪是我们老同学，当时呢就是他们这个学校里面他有一个称号的，三高个儿，三兄弟就是严定宪、阿达、胡金清，那三个人这个。三个人是一样高的，对，而且一样年龄，脸也差不多，是三兄弟，我们关系也比较好，住在一个宿舍，有什么好吃的，哪怕有几粒花生米都要分给大家吃的。严立呢，他一个特点呢，也是就是，他考虑问题比较细致，这个构思啊，就是创作原画，包括他搞自己搞那个片子的分镜头，除了技巧娴熟以外，他主要是非常细致，工作非常细致，对不对？这组织能力也很好，所以他后来当了厂长了，对，他这个调动这个人类，就调动摄制组里面的这个每位同志的积极性，对，他有他的一套的办法，这是他的组织能力的。这个才能在媒体上发挥的比较好。那么工作呢，他这个分镜头的一个特点，他比较细致，所以他画那个大闹天宫里面那个就是孙悟空啊，就是动作也画得好，里面那个每一个动作力度、速度、幅度、弹性、变形都控制的非常到位，这他特点。所以他的动作看得出来，一看就这严定宪画的。到了媒体厂以后，其实第一部片子跟他合作是帮他加动画，他是大闹天宫的主要原画。我首先把他的原画过来，我正好有学的机会，我就把他的原画镜头呢是一个一个仔细来分析，他这原画为什么这样画，他这个速度就是他的时间表的速度节奏为什么这样，那么这个设定这个人物动作为什么这样，节奏为什么这样，等等等等嘛。而且从他的那个画面上，他画面非常整洁，而且非常就在那个线条上各方面是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说从技术上规范，从艺术上我都把他的镜头，我就每加一个镜头我就学一遍，就是等于是我进入媒体厂以后，我有这个机会帮他加动画，这样机会我就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厂长到了一个任期，我是84年的九月份
就任，到89年的3月份离任，不到5年的时间，一个任期4年嘛。我主要还是想搞一些导演工作，因为正因为我说耽误了前面耽误了很多队，刚刚还说他4年多的厂长，做厂长以后呢，因为都是业务的骨干，像王伯荣他剪纸片的导演，江有义他厂长办公室是摄影师，他是也很聪明的一个摄影师。但是既然你到了这个岗位上，我就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规定，说既然你让你做到一个管理的岗位上，不要再去考虑搞片子。所以那个4年我没有沾边片子，也没有去想过要搞选个剧本。因此我觉得还是回到我自己的导演的岗位上了，跟局长吴一公同志打了报告，他隔了半年最后再批准，所以还是想多搞点片子。1984年拍摄动画电影《金猴降妖》，也是夫妻二人帮助特伟先生圆的一个梦想。我跟林梦潇曾经跟特伟先生说过一句话：“你哪一天你要搞长片，我们两个陪你。”就这样，因为毕竟是需要有人帮手了，所以这个呢是了了我们的心愿的。就是后来他要搞《金猴降妖》，我们就是陪他搞，他的分镜头画面都是我们来画，总体构思来体现他的总体构思。1986年4月，《金猴降妖》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美术片奖，同年8月获得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由于在动画片领域的成就，阎定宪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国内国际电影节并担任评委，直至退休以后他都没有空闲下来。但是对于他来说也还有一个遗憾。我们觉得呢很遗憾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在美术片动画片这个工作领域里面一辈子都在搞，但是你数一数片子，这个几十年才导演过30部片子左右，尽管是搞了一些片子，但是数量不是很多，也没有尽到我一个做一个动画一个老动画工作者的一个责任，应该可以多搞一些片子。中国动画史上已经深深刻上了阎定宪的名字，让我们谢谢这位老艺术家，记住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作品。